有了玩宝可梦游戏的人请注意，还可以看到的宝可梦和不同设定的宝可梦就要出现在台南市，时间是十一月初一到初五。台南市政府已经做好准备，要邀请全国玩家来台南五价各五力啊！我们这一次呢有几个重要的惊喜，第一个就是除了奇美博物馆之外，在全台南30个景点，我们都还有特殊惊喜。惊喜是什么？要到时候才知道。那第一个就是在现场，我们还有皮卡丘跟伊布的人偶，每天四个时段在这里陪大家做现场表演萌系的游行，所以那个时候来可以跟他们合照，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演。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现场还有每天有在八个地点两个时段发送皮卡丘纸帽，这个是你可以带回家的。所以每天呢，在这八个点都在奇美博物馆我们的休息区或者是水的补给区，那确实的地点在现场都有做告示。那所以每天呢，每个地方限量发行1200顶是免费发送的，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同时在现地呢，我们有100摊的美食摊，所以来到这里抓宝呢，还可以享受台南的美食。我们是由府城文化观光协会来协助我们来组成，所以在这里可以吃到台南道地的美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来可以玩得好，可以吃得好，可以住得好。11月1号到5号，跟宝可梦公司在台南跟奇美博物馆一起合办这样的一个抓宝寻宝的这个活动啊，我想这样的盛事会吸引来自全国甚至国外的玩家在届时来到台南。我们预估这五天应该会有20万人次的这个人潮的涌入，所以现在台南各个饭店也都爆满，甚至在高雄也很多饭店也都有很好的这个定位的状况。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盛事，我们也都准备好，包括奇美博物馆也提供最优质最好的这个环境。那么另外也准备相关的有美食区啊，那另外交通的接驳也鼓励大家尽量利用大众运输包括公车火车来到这个地方哈。那么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大家在抓宝寻宝也能够注意交通上的安全。那市民朋友也会最诚挚的欢迎欢迎外各地来的这个玩家来到台南体验台南的美食跟文化还有我们也同时也在举办台南购物节，所以呢，只要在台南的1800多个店家消费满200块以上，就可以来登录来做这个抽奖。那我们最大的奖项是两台进口的这个轿车哈。那我想这样希望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城市的美好，来共襄盛举。